是小猪，我今天要教大家简单的日常瘦腰三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手这样子鼓鼓的，看到没？然后叠在一起，然后在你的肚子上顺时钟的按摩。平常有事没事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按摩。然后这样按摩不仅会让你瘦你的小腹呢，还会让你的排便更顺畅哦，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第二个小 paper 就是在办公室坐着的朋友们，然后你就要身体坐直，然后左手先抓你的扶把，然后右手去摸你的椅背，慢慢的去摸，大概五秒钟左右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就换一边，然后慢慢的来，不用太快。然后如果能抓的话，就是尽力就好，不要太用力的去抓它，因为怕你们的手会拉伤。然后换一边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瘦腰第二个小撇步。做了这个，在那个办公室的话，大概一天这个10次左右吧。就是这样来回算一次，然后这个10次左右，每天这样做的话，就可以方便你有效瘦腰哦。然后第三个小撇步呢，就是站起来，脚与你的肩膀同宽，然后这样与肩膀同宽，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摸你的左脚脚踝，你的左手去摸你的左脚脚踝，然后大概是这样，1、2、3，大概这样子，就是来回左右算一次，然后大概每天做个30下左右。然后你的手如果抓不到你的脚踝的话，就抓你的小腿，你尽力就好。然后这就是小猪提供的瘦腰三步骤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，加油！